力的推动，每一个人都要热爱音乐，所以他们家我们的学生都很喜欢去参加这个夜季队，有三分之一强的学生。因此，在这样的推动之下，学校的学生他们会自动自发的去做练习啊，所以才这几年来受到社会的肯定，有这样的一个好成绩。我在这边一样的，在这边最后谢谢所有评审老师，还有社会大众对我们学校的支持跟肯定，也祝福大家身心健康，福慧双修，谢谢。谢谢我们中正国防干部预备学校的校长夏玉仁将军，对这一次弦乐合奏也得到特优的学校，是我们台北县新庄国小。我们掌声欢迎吴顺火吴校长上台分享。非常非常高兴，新庄国小创校111年，第一次参加全国的比赛。今年我们参加弦乐团、管弦乐团，那很高兴。我们得到了第一名，算是双料的冠军。那这样的一个荣耀，我们归功于我们全校所有老师、我们家长、我们的小朋友。那15年前，我参加龙湖国小，在国父纪念馆演出一场管乐团的演出，当场有一个画面我非常深刻。上面演出的小朋友有个哥哥，他穿着拖鞋，那个时候还不是那么严谨。然后就很高兴地说：“你看，那是我弟弟。”这是一个改变我们台湾公民素质一个很好很好的活动。那新庄国小会成立弦乐团，今年算是第4年。为什么会成立弦乐团？20年前，我为了陪伴我的孩子学习小提琴，我到处用机车载着他到处寻找老师，花了很多的时间、很多的金钱，但是效果一直不是很好。那我到了新庄国小之后，我决定，我希望能够提供一些服务，让孩子有机会有这样一个学习的舞台。所以4年前开始，我从2年底开始，我成立一个弦乐团，当时报名有48个小朋友。所以我们想在经营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有三要。第一个，我希望是一个要教育的本质，要历程。所以2年级我们是从个别课开始。3年级个别课加分部，4年级个别课分部加团练，然后5年级正式的比赛。今年度我们开花结果，这是一个历程。第二个，我们要的部分是自在。其实这样的比赛的成绩对我们来说是附加的，我的目标不是为了比赛，而是希望能够孩子在这个历程当中能够学到他所要的。第三个，我们要自主。学校没有任何经费，所以我们透过后援会，所有经费都是由家长自己在负担的。那今天主题是音乐国界希望无限。其实我一直认为音乐国界永恒价值。今天所有这么多人、这么多人参加比赛演出的，都是贝多芬、都是莫扎特这些以前的音乐家所留下的无价东西。当然，我们期待台湾的未来一定是一个文化产业，我们蛮期待我的政府单位能够持续的来给予协助。那很感谢教育广播电台提供这么好的一个服务，让我们有机会，让我们的孩子有机会能够把音乐学好，然后创造更好更好的价值。谢谢各位，谢谢。谢谢我们吴顺火吴校长。马上今天呢，我们的表演内容的最后一组就要登场了。没错，是我们的压轴演出哦。我们要请到这里基督学院同学为我们带来组曲的表演，分别呢是《花好月圆》跟《新春乐》。先用热烈掌声欢迎我们这里基督学院。
我们用热烈掌声谢谢治理技术学院汉声国乐社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演出。在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所有朋友用音符跟我们分享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美好，而且也要再次恭喜在今年我们全国学生音乐比赛当中获奖的队伍跟同学们。是，也谢谢我们社教司副司长，我们熊副司长，我们教育广播电台陈歌云台长，还有我们的夏将军，我们的吴校长以及我们的贵宾。我想我们的全国学生音乐比赛，我们就期待明年见，拜拜，拜拜，谢谢各位现场的参与，也恭喜所有得奖人，我们明年后会有期，谢谢，谢谢，谢谢我们副队长，感谢我们所有的贵宾，谢谢，谢谢。